哇，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哥曼东洞外面，叫哥曼通洞外面。现在呢是下午5点钟，就以太阳呢已经在这里是看不到了。我们耳朵里听到的就是很多虫子呜这样的一个叫声，让你觉得我现在就在原始热带雨林。我们来到这个洞的时候已经是5点多了，天已经快黑了，好像是没有游客，这里完全就被我们两个人包场。哎，运气还算好啊，因为正好那个卖票的人呢还在，所以应该是给我卖出了最后2张票。现在我们就走到雨林里去探索一下这个哥曼通洞。雨天渐渐暗淡下来了，我们要抓紧点时间。洞口了，现在呢燕子开始陆陆续续飞出飞进，可以看到洞口也很大，有很多燕子。我现在就在哥曼通洞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背后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可能会有几十米高。这些飞来飞去的呢都是金丝燕，那金丝燕在那个岩壁上去筑巢，它筑的这种巢就是我们称之为燕窝的这样的鸟窝，并不是所有的燕窝都可以食用，只有金丝燕的燕窝才可以食用的。总出产于洞岩洞中的燕窝呢，我们一般称为洞燕。那洞燕是金丝燕直接在岩壁上做窝，那因为燕窝是贴紧岩壁的，那有可能呢就会就是有很多的杂质，还有呢就是金丝燕它也会把自己的羽毛放在窝里啊，做成窝。那这样的出产出来的一个燕窝啊，品质不会太好，杂质会比较多，而且因为岩壁的污染呢可能也会带来一些重金属这样的一些毒性，所以呢它的安全性并不是很好。那为了能够食用到更加安全的燕窝呢，现在马来西亚已经有很多人他们去自己建一个房子，然后呢模拟这样岩洞的一个样子，建造一个房子吸引金丝燕进去，在那个木板的板壁上去做燕窝。那这样出产的燕窝呢叫做乌燕，它会相对来说呢比较干净，杂质也比较少。那我们有一个朋友呢他也正好知道有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回头去找他，让他带我们去见识一下什么是乌燕。燕窝啊，这个燕窝来的。哦，这样的啊。在就是山打根有很多人是建这个燕窝，是来做燕窝，是吧？很多了，很多了已经了。现在很多了、嗯。对，好像就是大部分的，就是在国内啊，像中国很多燕窝都是从马来西亚这边买过去的，也主要就是山打根这一片。啊，这边很多、哦，现在。certified 的了、啊，这个我们是政府了。这个是政府给你的一个证书 证书，这个是我来的了。这是你的就是在马来西亚所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就是说你要去养燕窝、卖燕窝，都需要有一个合法的资质，合法对不对啊？因为我的有在他们卫生啊，卫生部有来认可。卫生部有来认可哈。哦，这个是刚刚采下来的。我现在手里呢就有一大袋这种燕窝。你看这边有点肮脏是？这个叫做 B 了。B 级啊。B 级的这样的一个燕窝。因为它就是现在还是可能是会有一些鸟粪啊、或者是有一些鸟的羽毛啊，对吧？这样的一个燕窝。像这样的燕窝它是应该是最初级的燕窝，就是说还没有经过清洗啊。清洗的哪有，看一下。这个呢就是直接从屋里采来的这样的一种燕窝，这是清理好的清理好的。现在这边呢是有一盒清理好的燕窝，清理好的燕窝呢就是已经把它的一些羽毛、把它的一些杂质就已经清理干净了，然后好像是要用水泡了以后呢再给它重新定型。你比如说这一块清理好了以后呢，它就显得非常干净了，没有杂质，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碗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非常棒。这就是传说中的顶级食材燕窝，现在是青毛燕没有毛的。这个是另外价钱的，
这种是 A 级的啊 ，A 级了，它没有毛，没有肮脏的，没有脏东西、啊，全部是叫做青毛了，青毛了。哦、啊，你看这青毛就是毛比较少啊，比较毛、啊。这一种呢就是毛燕和脏的啊，毛燕、啊。毛燕这种是毛啊、脏东西比较多的。嗯嗯。这一种清理干净的就是 AA 级的，对、啊，他们是不一样的。等一下，陈先生呢就会带我们去看一下它上面的一个燕窝，就是养那个金丝燕做燕窝的窝。来，我们过去看一下。啊，那个燕子是在上面那根筋。哦，就这一个窗口进去、啊、是吧？窗口进去啊，里面是没有窗口可以出来的。嗯。啊，那件是在那上面那边进。嗯，就里面完全是漆黑的吗？黑黑的。黑黑的是吧？有、啊、这个要漆黑一片，要有头灯才可以。啊，才可以。哦，明白明白。啊，这个是屋檐做到是好像那个山洞里面一样。哦，就做成山洞一样的。嗯、啊，其实这个燕子是要用来骗它进去的。明白明白。啊、好，走。就是像一个山洞一样，哦，这样的这样的，我看到了，顶上去有好多小燕子，这个不是那个大的燕子，可以飞了，嗯，可以飞，它是懒惰而已，嗯，啊，你看，我抓它了，哦，然后这样子了，这个燕窝就是这样的，那你把它的窝踩掉以后，它应该就要飞走了，啊。要走了，现在如果他要，我不是把他出去放掉。因为啊、我看下个星期啊可以拆完了这边。明白明白。那所有的地方现在就是有很多燕窝。啊，我没有跟踪。哦。就他们在那个山洞里也是自己，就是说在岩壁上做窝。这个就是燕窝，这一个金丝燕，趴在一个小窝上面，小心呢、哦、不要会摔到它。哦，真的飞走了，哈哈，所以它其实已经能飞了。刚刚到这个燕窝，这个燕窝里面去看了一下，就里面呢它会只做一个燕子飞出飞进的入口，但是其他的时候呢就一个窗户都没有，里面就是特应该就要飞走了啊。要走了，现在如果他要，我不是把他出去放掉。因为啊、我看下个星期啊可以拆完了这边。明白明白。那所有的地方现在就是有很多燕窝。啊，我没有跟踪。哦。就他们在那个山洞里也是自己，就是说在岩壁上做窝。这个就是燕窝，这一个金丝燕，趴在一个小窝上面，小心呢、哦、不要会摔到它。哦，真的飞走了，哈哈，所以它其实已经能飞了。刚刚到这个燕窝，这个燕窝里面去看了一下，就里面呢它会只做一个燕子飞出飞进的入口，但是其他的时候呢就一个窗户都没有，里面就是特别黑，特别闷热潮湿。因为它本身就是要模拟金丝燕原生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很热，但是呢我们可以很近距离的观看到金丝燕筑巢的一个场景。而且呢在燕窝里长出来的金丝燕的那个燕窝啊，它是比较干净的，没有什么污染的，所以现在国内呢大部分燕窝都已经是采购这种从燕窝里这种人工的方式来培育出来的燕窝。前两天是没有原始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加工了才可以食用，对不对？是啊。哦，要怎么加工呢？他们就是用人工拔毛咯。啊，要拔毛。啊，还有先油，这个要需要这种毛燕就需要漂白的了。但这个也是卖的吗？卖。就是卖给别人自己回家去处理。卖给工厂加工。啊，卖给工厂加工。像这样的大概要多少钱一公斤呢？现在差不多马币要2000块。这么贵？哦，这个都要马币2000块，因为这是原始的嘛。那如果是做好的，那就非常非常贵了。做也是贵，差不多也是要5-6千呀。5-6千马币，一公斤。看老板给了我一盒，这是处理好的，里面有5只燕窝，是38克。
价格呢是280、300，就差不多400多人民币，500。这个能够吃几次呢？一片可以吃，这一次两个人。一片可以一次吃两个人，哦，这样的。那其实我是从来没吃过，呵呵，那怎么吃呢？放点炖冰糖了。炖冰糖，就哦，这一盒呢就是乌燕，就是当地人会建房子在里面去养那个金丝燕产的燕窝。这个好像相对来说就干净很多。这干净点。对，这个干净很多。处理干净的。对。所以这一个应该是要更健康一点，因为我觉得哥曼通洞里还是挺臭的，有点觉得有点不会臭的，嗯，不会臭的，它只是那个地环境臭，地上臭，但屋、啊、但那个烟头上那个烟窝贵，比这个贵一倍啊。哦，洞燕比屋燕还要贵一倍啊。哦，这样的，原来洞燕比屋，我还以为屋燕会更贵呢。这个屋燕啊，它没有矿物质。对，屋燕没有矿物质，它所以它炖起来会融了，炖太久它会变水，会变水。如果是洞里的你炖，它不会变水了，就会炖到后来就晶莹透亮，一直是这样。这个会化掉，这个会变水，哦，就两个钟头以上就变水了。哦，原来屋燕和洞燕有这样的一个区别，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一直以为乌燕会更贵，因为乌燕更干净。乌燕，但其实洞燕的营养价值更高。啊，是燕，它有矿物质吗？哦，洞燕因为有营养，有矿物质，所以它的营养价值要更高。哦，这个怎么卖呢？38克330，一两，38克是一两。啊，38克一两，一两330。我从来没有吃过燕窝，所以我打算呢买一小片来尝一下。老板说了，这个燕窝啊，只要是用那个砂锅或者是隔水来蒸，要加一点水，加一点冰糖，隔水来炖，或者还可以来炖，隔水来炖，或者也可以加一些，就是说好像是银耳啊、木瓜呀，不是好像有这样做吗？对吧？有银耳可以啊。嗯，好。不过通常他们都是用用那个炖冰糖的。哦，好了。好，我买一小块，我回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今天要回雅比，所以我们在雅比的时候，我看看，哦不，我到时候看看怎么样去把它那个炖来吃一下。尝